基本上各个技能当中呢比较大型。这个装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把整个先抬上去，抬上去先把这四条一个两根，那边也是一个两根插上去，先把那个螺丝把它锁住，锁住之后这个气缸啊跟这个浮动接头把它拧，也先把它拧死了，然后再把它退回去大概三圈左右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固定住了，然后把这些都固定住啊，然后整个这个下面的气缸座就把它固定好了。